我是刚玩猎头的呢，不好意思啊你。哦，我打一下，4月21号，台北站台北站10:08。我还说的是，刚才那班摆车是又一次台东发，这就花东县长树林了。我3,012的批量豆等啊，红色大新人家了，已经883、884到小村了。就883、884到小村。很啊，22434那样发车就发现了，加一。谢谢车次我抢到了，终于，我等好久了。赶快讲。啊，你有无奈吗？什么？58000礼盒。私认罚卖你58000一个礼盒。哎，58000，你才可以帮忙共攀呐。对啊。对。我在坑你吧。你有没有看台铁官方哦？我知道我看到。58000的喂，你会觉得傻眼哦？你敢卖58000？我还不敢听呢。对，我也不敢。我觉得这样太贵了啦，那个欺负人。我爱心上去。修哥，再见，拜拜。